了，哎，卡片上名字千万别弄错了。放心吧，老大。这个对吧？对的，看一眼，谢谢。关总，有事找你说几句。干什么啊？晚上约了 Peter 他们几个吃饭。对啊，要聊一下后面活动的事。你别去了，我跟小郑跟雅克去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我搞不定？我已经跟黄总打好招呼了，只要他那边一起哄，答应的品牌马上。那种商务饭局不适合你们女的去。喂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到。你等一下，什么叫商务饭局不适合女的呀？你怎么有偏见呢？这不是偏见，是那种场面你应付不来。你跟 Peter 两个人本来就不合，你在的话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不可控，所以别去添乱。那我跟 Peter 不合，不能不工作吧？我现在绕着他走。我以后总要正常的展开工作呀。真是，小郑、小杨、雅克上车，晚上跟我去吃饭。好。那我，大罗，你是女生，也不用去了。丁总，她哪算是女的呀？为什么女的不让去吃饭？谁知道呢？突然跑过来发神经。那我们现在回家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黄总，我敬你一杯。这杯酒呢，敬各个品牌的大哥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小弟，我先干为敬了。丁总啊，年少有为啊，看上去也就35岁吧。年纪轻轻就当了商场的总经理啊，把我们前浪都拍死了。商场总经理也是分大小的，万丽跟恒天也不是一个级数。说得对，就像品牌也分等级， LV 和 TL 的客单价它也不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，皮特总？但是这不就说明咱们有进步的空间吗？既然都没做到顶级，那就应该抓紧机会一起努力，这才能实现共赢啊，是不是？其实啊，万丽，哎，今年呢、有几个这个活动的效果都特别的好啊，我很看好女神节，事半功倍。我们呀，一定尽力配合，多一些业绩。感谢丁总。王总说反了吧？我倒是觉得事倍功半。同样30万的市场的推广预算，我让市场部给恒天不香吗？恒天、万丽，一母同胞，都是一个集团的资产。Peter 总，你愿意在我的兄弟商场呢投这个活动，那我太开心了呀。但是我听说啊，这恒天的这个品牌市场推广活动啊，全都排满了，光是一层这些品牌，他们的这些宣传费用加起来估算啊是超过几千万。您刚才说您的预算多少？30万啊？那我有点担心，这钱您投进去，有可能顾客连响都听不到一声。那基于这种情况，好不好再考虑考虑我们晚点啊？也不是不考虑你们万丽，得看你们的诚意了。哼，喝那么多，等着一会儿看你怎么死。希望各位老板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活动，尽快的把协议方案签了，我敬大家。
哎呀，都是兄弟，小事一桩，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。谢谢黄总。既然你们开开心心的来请我们吃饭，那我们今天就不谈公事，只喝酒。皮特总说的对，那我敬你。皮特总，我们也敬你一杯。丁总，你这不行啊，没喝多少啊，怎么就让手下人带了？不是皮特总，我们丁总今天晚上喝了差不多。喝酒的事儿我就图个高兴。但是皮特总啊，你得给我表个态呀，是不是啊？你这逼得也太紧了。你是跟管文在一起时间久了染上的毛病。错了。我跟管文呢其实都是想帮 TL， 可能显得有点迫切了，您多包啊。你是迫切还是迫害啊？上次因为恒天进场的事一直拦着我们，丁总你得把这都干了，然后我们才能翻篇聊下边的事情。哎，说好了，今天这酒只有丁总去喝，谁都别拦着，要不怎么能显示出你们万丽的诚意，对吧？这是要喝通宵吗？服务员，来。赶紧叫人来，里面有人吐了，叫人来收拾一下，快。嗯，好嘞。来，快跑呀。哎，服务员。太没影啊。来了。帮我拿一下。来，管总好。管总，怎么来这儿兼起职了？你要是在万丽混不下去的话，跟哥混的。今天公司开会，我来迟了，我先自罚一杯啊。哎，我赔一个，半杯可不行。要喝的话，先买上。总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，你看我这人怎么毛手毛脚的？来，给你擦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，真不好意思。看你就是存心的。我就算喝多了，你也不能打我的人。没喝多啊，所以你就冲进来美救英雄。我是怕你酒量不行，喝多了误事儿。你看我现在这样像是喝醉了。 Peter 带着一群老滑头过来，为的就是要给万丽难堪，不论我喝多少酒他都不会答应支持女神节。我不装醉的话难道等着进医院啊？你明知道这是个鸿门宴，那你来干嘛？难道看你一个女孩子被几个男人欺负？你是担心我？我不担心你，我担心你丢万丽的脸。既然是我团的局，那我一定是想好了办法。
道，就不多管闲事儿。把你一个人扔在包房，趴一个晚上。你不跟我说声谢谢啊？为了你帮我挡 Peter 那一下。你喝多装醉是技巧，我激怒 Peter 让他故意打我，就不是办法吗？还有人笨到主动去讨打的，那我不抓住点把柄，我以后拿什么要挟他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你就是一把要挟人的好手。或快或慢，也许就在下一站，谁等着我不知有答案。无论如何，今天谢谢你保护我。预算在人的口袋里，你说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把钱从人兜里掏出来。再给我20万预算吗？你喝多了。你明知道这是个鸿门宴，那你来干嘛？难道看你一个女孩子被几个男人欺负？你是担心我啊？我不担心你，我担心你丢万丽的脸。喂，听说你今天享受了一把美救英雄啊？你这个经历对我来说超纲了呀！我来采访一下你，你现在感受如何？哎呀，看来很享受嘛。好了，小董，我不跟你开玩笑了啊。严肃正经的跟你说一下，我丁宁从现在开始重新喜欢上了关文，从此以后我会跟他并驾齐驱，举案齐眉。哎呀，我这鸡皮疙瘩呀。你要举案齐眉干什么呀？一起把公司办好。你狗改不了吃。人多，快点快点！妈妈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不行，别忘了你今儿早上拉肚子的时候了啊，多难受呀！还是得让医生给你检查检查啊。可是我不想打针，打针太可怕了。那我们跟医生商量商量，我不打针，好不好？好。就扔卡给我。丽人是吗？对。哪儿不舒服啊？就是那方面不太好。哪方面？就是下面不太好。房事不太顺利？对。到那边去把裤子脱下来。这还得脱裤子吗？你当我透视眼呢？快点啊，不要耽误我后面的患者。没什么大毛病，都是小问题。那我这那什么啊？您是什么工作呀？哦，我是做生意的。平时经常熬夜应酬？对。
又不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。男人压力大，难免的。那我这什么时候能好啊？那得看你自己了。平时啊，你要多保养身体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去药房拿药吧。你等一下，我看他是几楼啊？我们走错了。确实是，我们应该去三楼。刚才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爸，看见了吗？没有啊，走吧。丁总，昨晚您还好吗？喝了那么多。高凡还没来啊？老大他8点就来了，已经出去开会了。这是他特别交代我让您签字的。公司还有这种申请吗？以前是没有，但是老大今天一早特别找了财务老大捋了一下流程，请假。知道他去哪儿开会去了？好像是去找跟那个 Peter 关系最好的代理商张总。万总，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难处，我跟 Peter 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说他发话我这关系再好也只是朋友，他给你发工资吗？这次女神节的活动，如果贵司愿意带头参加的话，万丽补贴全部的费用。真的假的呀？我协议都带来了，就空着乙方的名字，等着您落笔了。再想一想啊，再想一想。张总如果这么为难的话，那就算了。这个全额补贴的名额，一个楼层只有一个，我相信很多品牌都会非常感兴趣。毕竟这拿回去给你公司老板看，多少也算是一个成绩。不过我还是挺佩服你的，张总，可以为了个人的私交牺牲掉公司的利益。但是如果让你上面老板知道这样的，万总，你别误会，我这没说不签啊，这个只是。那就不为难了。刚好你们老板也在，既然你不方便，我直接找他去申请一下。那就把活动协议拿过来吧。那个，今天下午啊，皮特还约我们几个代理商一起见个面。看来皮特还是不放心你们呀。谢谢啊，张总。喂，万总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你这不能让我一个人跳出来当靶子呀。你放心，肯定不会让你难做。李总。嘿，万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聊女神节的事儿。这事儿不是之前吃饭的时候已经说了吗？听下方案再决定。我特别向公司申请了半个补贴贵司参加女神节，怎么样，感不感兴趣？之前也没有听说过这次活动任何补贴嘛。所以说机会很少啊，想不想坐下聊聊？可是我要急着去见 Peter。 嘿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跟 Peter 抱团抵制万丽，除了能混一个所谓的兄弟情谊之外，还能图点什么？第一个参加万丽的活动是全额补贴，第二个是半额补，再往后参加的补贴就越来越少。等等，你刚才说我们公司只享受半额补贴，你的意思是一定有别的品牌公司已经签约了是吗？你刚才不是问我怎么知道你去找 Peter？ 现在有没有兴趣坐下聊聊？那还说啥呢，赶紧走。老张他们到底是怎样啊？
说好的3点，怎么到现在都不见人呢？你给他们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都不接呀。他们都没接。哎，奇了怪了，像是商量好的一样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先生你好。啊，麻烦把您手机借我用一下，打个电话。啊，行行行。啊，谢谢。老张几个意思啊 ？Peter， 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啊！我今儿是临时出差，所以这个今天来不了了。你们这约着一起出差去了是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等他们了？他们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错了亏心事儿呗。他们答应万丽了。老张这个墙头草啊！管文这手段可以啊，专找软柿子捏。他怎么知道老张好说动啊？为什么找老张？因为他们家品牌刚来了一个欧洲的老板，他还没有取得上面的信任，今年的销售压力又很大。全额补贴市场活动这么好的事儿，错过这一次就没有下一回了。还是我们老大脸是吧？不过，老大你这也太辛苦了。我的天，脚都磨破皮了，老大，给你拿个创可贴吧。有吗？没有。谢谢啊。我倒是从来都没想过能绕过 TL 从其他代理商的入手。之前一直盯着 Peter 功课，确实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搞定 Peter 是最容易想到的办法，但问题是那家伙软硬不吃。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换个思路去想的，他们几个就好像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背地里呢又各怀鬼胎，互不信任。只要你剪断当中任何一个，就可以在他们之间形成信任的崩盘。行了，还有2家品牌，你去谈一下。我俩去就行。你们俩给我留在公司，给我盯好了。上午已经签订的品牌跟市场部对好活动的细节，雷克森的团队不是省油的灯，比好不容易搞定的品牌又让他们给我气走了。好，您放心。哎，老大，丁总早上找过你，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？那份申请他签了吗？签了。那就不用理他，说我忙着呢。慢点。哎呦，老板娘，哎，老板娘来了，大家快来，老板娘给大家带好东西了。来来来，吃点心啊，啊，分一份网红。哎，谢谢老板娘。谢谢老板娘。吃，辛苦了啊。王总呢？哦，他带着那个新来的小刘去外面开会了。哎，对了，忘了问了，那个男孩子怎么样啊？人嘛倒是挺卖力的，不过就是没什么经验啊，像对外应酬上的一些事儿，不如之前那个 Lisa 帮得上忙。正常，慢慢来。王总感觉最近压力挺大的，好像看着挺累的样子。为什么呀？公司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有个批文一直拿不下来。王总就想着找个第三方的顾问去搭搭桥，结果人家是看准了咱们这是要着急着开业，漫天要价。这样吧，你把那个顾问的名字发给我。这好吗？王总肯定是不想让您担心。放心吧，我又不会让他知道。那行。
这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的毛病，你能改改吗？你谁上这么晚了，公司还有人啊？你突然把灯都关了，把人吓死了。那回家不关灯吗？员工手册你没学过呀？来，这什么呀？皱皱巴巴哪来的？创可贴，早上大罗给我贴脚后跟的。啊？这个是新的，没用过。你怎么那么事儿啊？行，挺好。在公司一天没见着你。丁总，查我出勤率呢，我可没偷懒，也没旷工啊。去哪儿啊？我让雅克通知你说我找你，连个回复都没有。一整天，跟那些老江湖们斗智斗勇，没顾上。你总得给我解释一下吧，申请那20万做什么用啊？做诱饵啊，吸引那些贪嘴的代理商。不过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明天 TL 绝对打电话参加我们的活动。嗯，丁总，你这么晚在公司堵着我，不会是因为那20万吧？我跟客户开电话会议呢。哦，妈，没有水了。丁总，你耳朵怎么红了？冷呢。什么天儿你冷啊？真冷，换个水就不冷了。你疯了吧你！我是总经理。丁总，丁总，呀，管总也在啊？李总那么高兴，是有什么好消息吗？的确是有个好消息。经过我们市场部多番的努力，终于把 TL 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 TL 是你们搞定的？对呀，我们部门不眠不休好几个晚上了。当然了，丁总，这次我们要重点表扬一下招商部，管总的团队用了最大的力气来帮我们，谢谢啊，管总。是吗？雷总，你说这话呀，TL 之所以能同意，全是因为我们老大昨天跑了10来个经销商，说动他们参加活动，让 TL 没别的选择。如果他们不答应，在生意上吃亏的只能是 TL 自己。不是大罗，你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。你们管总的确是找了代理商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团队的人就没有去找 TL 呢？再说了，你们招商部之前来找我们市场部提升品牌业绩的时候，我也没说一个不字呀。可我们开会也不仅是为了招商部的 KPI 吧？如果品牌都跑光了，你们市场部来做什么？你先出去。你们先出去。丁总，你得好好管管这招商部了，不就是搞定了几个品牌商吗？现在见谁咬谁。眼里没有其他部门呢。雷总啊，这次女神节做的确实是不错的啊。这样吧，我打算开一个动员会啊，好好表彰一下你和团队在这次活动当中做出的贡献和努力。哎，你得准备一下啊，到时候还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女神节的这个筹备方案。好嘞，那丁总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同步给底下的人。嗯，哎，好。太过分了，我就没见过他脸皮这么厚的人。还有那个丁总也是，怎么能就能相信他的鬼话呢？这就是活得久了什么都遇得见。老大，我们再去找丁总汇报一下吧。丁总现在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了，而且这也算是给我的敲打吧。不过丁总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是对的，我这个人脾气太直了，跟这种人正面刚是捞不到好处的。那我们这样不行，可以想别的办法吗？这，亲爱的，你尝尝他们家的提拉米苏，绝了，特别好吃。哎呦，知秋啊，还是你最懂我呢，晓得我喜欢吃提拉米苏。
我去上个洗手间啊，你慢慢吃。喂，亲爱的，你跟我说的那个张顾问今天晚上是约的这家餐厅吗？我这都已经吃上甜品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呢。王太太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们似的啊？五点半就吃饭了。我们这是上 Mango， 晚上七点的饭局太正常了。我帮你问的是他秘书，他今天晚上的确约的是庞总，没有错。对了，我还忘了问你了，你怎么还亲自下海帮你们家王总打理业务了？我这不是最近刚弄走他一个女秘书吗？你就景之秋，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，你以后有事儿别让我给你出手。哎呀，我真的是看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每天应酬到半夜三更才回家，我于心不忍。于心不忍？我怎么觉得是寂寞难耐，恨铁不成钢呢？哎，你说你一个好好的美女怎么长了张嘴呢？行了行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继续出去守株待兔了啊。啊，拜拜。行，好。哟，庞总，这环境不错。哎呦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再不回来呢，你这份提拉米苏也要被我吃掉了。那太好了，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它吃掉，我最近胃难受啊，吃甜的就想吐。哎呦，那我不是要胖了？你胖什么呀，你一点都不胖好不好，你这个叫福相，绝对不能瘦，旺夫的。嘿，哎呦，我就喜欢听你说这种吉言。好的好的，那我不客气了啊。那我会的嘛，你可喜欢吃，最喜欢吃。这家环境还不错是吧？嗯，哎，这家做的真的还是不错的。哎，老婆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巧吧？巧啊！客气。哎，这也是我客户张总监，我太太。张总监你好呀，客气客气了啊。哎，我来我来。啊，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老公啊，这位呢就是景之秋，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呀。哎呦，我们玩得很好的，他老公啊，也是做商业地产的。哦。啊，不敢不敢。我们是小本生意，没有办法跟庞总比。能问一下您先生在哪家公司吗？任秋地产。哦，王太太，你太谦虚了。任秋地产啊，我知道。嗯。这个公司规模虽然不大，但做事情还是很专业。改天找个机会把你先生约出来，给我介绍认识一下，我们找机会一起合作。真的呀？那我就替我先生谢谢庞总了。这位张总。哦，张丽。哦，张总，如果未来有机会跟我们任秋地产合作的话，还希望多多提携。没问题，庞总的朋友啊就是我的朋友，王太太我一定支持。那我好敬大家一杯。喝点茶喝点茶啊。谢谢。